11月5日，刚刚在北京中国古玩艺术品博览会上，获得中国传统工艺大师称号的夏红林和薛晨之，应邀在洛杉矶亚太艺术馆举办的第二届中国传统工艺大师邀请展上精彩亮相。中国传统工艺大师邀请展由总部在北京的全国工商联民间文物艺术品商会和美国美中收藏家协会联合主办，举办大师邀请展的目的是分期分批邀请在中国从事古玩艺术品复制制作工艺的艺术家来美举办专题作品展。我的紫砂壶呢，主要是我收集了是我们紫砂类最顶级的料，就是现在目前呢，这个这种紫砂原料呢，在我们国内呢，国家呢已经是禁止开采了。这个是我以前啊，20多年前收藏的料，现在呢这种料呢在市场上是不多见了。我这次呢它带到洛杉矶来呢，展示给洛杉矶的这个爱好者跟收藏者，来展示一下，让大家更深层的了解我的紫砂壶。跟紫砂泥料，整个紫砂文化，所以呢，这一次我带来了有20多件作品，来供大家分享。把几种原料搅在一起，然后呢，就是把它慢慢的融化在一起，做出来的壶呢，看起来就是像画的，但是呢，其实它是用各种原料融化在一起的，就是说比较有特色，所以它叫搅泥壶，也是吕氏的，就是一种传教的。他们也是他们创作的，所以我把这种文化带到美国来，就是想传播一下，让就是更多的美国国际上了解我们的紫砂文化。两位紫砂壶大师的作品堪称独树一帜，炉火纯青，浑厚莹润，端庄清新，独具看点。展会上观众反应热烈，受到许多爱好者的青睐。同时亮相的民间文物专家刘宝林、古陶瓷专家朱长军、当地的文物收藏家、学者、侨团代表、文物爱好者等出席了中国艺术大师邀请展。全球新闻，美国洛杉矶报道。